当他踏进那个门的一瞬间，我就知道完了，难搞。就第一天感觉雨天会比较难考虑，但是你一旦跟他熟了之后，他会主动来讲。反正就我就觉得他真的特别好。5678，排到转场，脸这么长，然后牙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就是爱动。不给你。火锅啊，奶茶，炸鸡，牛排啊。我要先找到。拜拜拜拜，我为什么不做？拜拜。你幸好勇敢，我自己没有。哎，你练。雨欣，雨欣，妈妈爱你。雨欣，一个刘雨欣，一个我好快乐。雨欣加油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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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到底是谁要玩这个游戏的？我灯亮了吗？外面？然后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。嘿。雨欣感觉就是很会做的样子。我知道了。奶奶怎么这么眼熟？很甜。待会儿你想拉小星星呀？哎，那你找我干嘛？你还没玩明白他杀的你？大学神六楼的那个雕塑啊，你过来干嘛来着？你刚才学什么了？你下去吧。要一个黑椒牛仔骨，烤牛肉粒，就是只要是肉的，是不是？